Everyone withdraws into their own small gated community, afraid of a larger forum. They stay inside their little ponds, leaking whatever truth suits them into the growing cesspool of society at large. The different cardinal truths neither clash nor mesh. No one is invalidated, but nobody is right. Not even natural selection can take place here. The world is being engulfed in truth.核建装备2发现在911的2个月后，西方文化对此袭击事件有着多种叙述。最重要的之一，则是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反恐运动的初期说的一句话：“你要么是我们的盟友，要么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谁是他们？中间的历史由来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备战的鼓声中不便提问。在紧急状态下，敌我之间的界限方便保持清晰。 20年后，敌人似乎就在我们眼前。今天，在有着同样的正义感下，人们可能会发觉周围的人有着诡异甚至不可理解的世界观。这些人是谁？我们看着他们穿着可怜又可恨的衣服，高呼被洗脑的口号，我们也会因他们滑稽的消亡而喜悦。核建装备2的那段叙述似乎预言了一些事情。 今天的人们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这不仅在价值观上的体现，而且每人肯定的事实也有所不同。一些人将我们的时代称为“后真理时代”，其中每人有着自己的小池塘，摄取着吻合自己世界观的事实。在这小池塘群集的环境下，谁有权说自己是人民，他人是敌人，自己正常，他人异常？ 自己理智，他人被洗脑。此视频试图解析这些小池塘的组成结构，池塘与池塘的强度不同，就像它们散布在一个有深浅端的游泳池一样。最深的极端是回音室，回音室是一种知识系统的通称，这种知识系统的特殊性是它包含了一个潜在的机制。此机制暗示塘内的人拒绝信任塘外散播的任何信息。 因而加固池塘的凝聚力，例如邪教与阴谋论是接近回音室极端的两种例子。浅端则是认知气泡，通常被称为过滤气泡。信息过滤是一个基本现实，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但在选择摄取部分信息的同时，也是对其他信息的忽略。过滤显然会带来一些问题。 那就是使我们在某种情况下容易陷入回音室的极端。此视频从深端开始，先阐述回音室的特有机制，因为回音室的例子在社会中更为明显。然后我们逐渐走到前端，那就是我们日常的信息过滤。可是信息过滤的日常性使它难以被觉察，因而存在着别样的阴险。我们先看一个案例。 披萨门事件中的艾德加·韦尔奇持枪闯入彗星乒乓餐厅，他的目的是调查这家餐厅是否是一个人口贩运网络的聚集点。因为披萨门阴谋论的一个环节，肯定部分美国民主党官员参与人口贩运。韦尔奇在餐厅中没有找到其证据，然后自首被捕。然而，其阴谋论群体将此事件视为主流媒体的捏造。 并且认为韦尔奇是阴谋势力请的演员，故意抹黑披萨门阴谋论的群体。我想韦尔奇应该对此感到沮丧。好，我们能在这里看出些什么？我们可以看出回音室运作的各种机制。首先，回音室的第一机制是一个暗示，它暗示回音室内的人外部的信息与证词不可被信任。 换句话说，每一个回音室里都隐藏着一种概念。这种概念的作用则是阻止室内的人相信外界的信息来源。这种机制可被称为对证据的预先否认。例如，对911阴谋论者、反疫苗阴谋论者和气候变化否认者而言，主流科学界的言论已经被回音室本身预先定性为不可被信任。 因此，来自外部的言论不会将被回音室保护的知识体系做出任何削弱。不止于此，
外界的不同言论不仅不能削弱回音室内的知识体系，相反，反对的言论还会增强回音室的凝聚力。这第二种机制与第一种密切相关，它就叫分歧强化。分歧强化的作用是预先暗示回音室里的人，外界的不同言论不仅是不可信的，而且他们的来源具有着恶意的动机。其动机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抹黑回音室内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回音室还涉及一种被迫害狂心理，就是将外部的言论提前理解为对自身的攻击。因此，每次回音室内的人接触到与其相反的言论，都等于一次回音室的本身的强化。如果一个人已经处在回音室中，这种推理可以理解。例如，如果你已经认为 5G 网络是某秘密组织对未来人类精神控制的工具，那么你可以合理地认为所有反对的言论都是谎言，因为你与你的言论的存在阻碍了秘密组织的计划，所以反对你的言论一定是对你与你观点的打压。所以当你遇到相反的观点时，你会更加相信你自己知识体系的真实，并且每当你在与同一个回音室中的人交谈时，彼此会互相沟通相同的事故，比如被外界驳斥，因此持续加深回音室集体的信念。同样，如果你已经相信披萨门阴谋论，那么韦尔奇事件理所当然证实了你一直以来的怀疑，就是你的敌人比你以前所估计的更加强大与狡猾。分歧强化和对证据预先否认两种机制的衍生功能，恰恰是每次在反证或无法解释的现象出现时，回音室内的知识体系会立即重新构想并加强其敌人的能力，而不是在根本上改变知识体系本身。我将此机制标记为对敌神话。比如，为什么我们迟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登月录像是伪造的？因为政府的隐瞒措施做得太到位。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间德国的经济危机被归咎于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在暗中控制着德国。对于今天的反犹太阴谋论信徒来说，纳粹德国输掉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纳粹政权低估了犹太人的狡猾。对于试图解释2016年美国大选失败与英国脱欧的自由派来说，这意味着神话俄罗斯网络干涉和剑桥分析公司的精准宣传等因素。共产党渗透大学和政府的阴谋论也是一种对敌神话。无论是以阴谋论、邪教还是政治风向为内容的回音室，其知识体系的必要机制是对敌人的清晰与强大的想象。因此，每个回音室都有三种必要的机制。其一是对证据的预先否认，也就是对外部的不同言论预先定性为不可信。其二是分歧强化，也就是预先定性反对言论的来源的恶意。因此，每次接触到反对言论，都等于一次对回音室本身的强化。其三是对敌人的神话，也就是在回音室遇到反证时，其知识体系会重新构想并加强其敌人的能力。此三种机制集体构成回音室的基本框架。现在作为一个旁注，回音室与阴谋论始终被相提并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多数阴谋论都是通过回音室的各种机制运作的，但阴谋论不等于回音室，部分阴谋论可能是明智的，甚至是道德的。也就是说，即使有很大的重叠，阴谋论不等于回音室。阴谋论如何明智？首先，明智的阴谋论可以用事实证明。例如，在1946年的美国雅典县叛乱中，由二战退伍军人组成的民兵正确地识别了地方官员是个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并且没有进行公平选举的意图。再例如，通过一系列后期解密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文件，现在我们可以证实联邦调查局在60年代确实参与了黑豹领导人弗莱德·汉普顿等的有预谋刺杀。
阴谋论思维的第二个明智的可能是，只根据官方的言论来认识世界是愚蠢的，即使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一些理论，进而将阴谋论者急切地标记为愚蠢或疯狂，实际上是一种有缺陷的推理，因为急切设标签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假设，那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是绝对自由的。并且独立于他们的社会历史情况。稍后我将在有关途径依赖的部分中介绍这一点。另一个旁注是阴谋论、邪教、意识形态和伪科学等类别存在着重叠，也就是说，它们具有一些相似之处，而没有一个单一的机制可以定义它们全部。但是，他们都至少通过一种回因式机制运行。例如，创世论明确地把自己与现代国家所持有的世俗科学相对立，此知识体系则有着定性世俗科学为不可被信任的暗示。因此，创世论算是一个回因式。原始人饮食法和气候变化否认运动也包括相同的回因式机制。就是预先否认主流科学言论，但这些回因式算是伪科学，不算阴谋论或邪教。科学教则是经典的邪教，也是伪科学，也算是阴谋论，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对他们的威胁。QAnon 算是阴谋论、邪教、意识形态和伪政治科学，例如 Q 许可等概念。新自由主义同时是意识形态、伪科学、邪教，但不完全是阴谋论。现在我们走向前端，那就是过滤气泡。过滤气泡是我们所有人的基本日常现实，它的逻辑包括回因式的机制，只是回因式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机制，也在我们社会中更为明显，也更极端。换句话说，所有回因式都具有过滤气泡的机制，但并非所有过滤气泡都具有回因式的机制。不要让此图使你感到困惑，圆圈的大小并不代表圆圈的数值。好，什么是过滤气泡？主流的定义是，它是一种知识上的隔离状态，产生于社交媒体程序对用户个性化的信息过滤过程。就是说，在过滤中，有些信息会被放在你的眼前，有些信息则被遗漏。此过程涉及跟踪个人在搜索引擎上的搜索历史、他们的喜好、关注以及其他潜在的数据点，例如地理位置。这种跟踪的目的是为用户提供一种反映他们自己兴趣、偏好和信念的网络平台体验。简单的说，你想看到什么，平台会根据你的关注历史给你什么。这种模式的结果是，它逐渐引导人们将自己的知识生活凝固在比较固定的环境中，也就是所谓的个性化。同时，这种凝固意味着别样的信息与你基本隔绝。按照这种定义，此现象令人担忧的方面是，个性化的背景程序运作处在用户的意识之外，也就是说，你的信息摄取是程序提供的，而程序的算法是你察觉不到的。同时，你也不会知道平台对所有人都是一面镜子，而不是打开世界的窗户。此对过滤气泡的传统定义很有意思，但我认为这种传统理解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过滤气泡往往被定义为一种私人的现实，个性化这个通用词已经指向这种理解。但这种理解忽略了过滤气泡的存在，已经暗示了一个人的气泡牵连着其他有着同样气泡的信息分享的群体。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把过滤气泡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群体现象。想想，在使用互联网多年之后，你现在的信息摄取已经习惯于一组熟悉的资源，这些资源与你的总体世界观相匹配。并且你现在依赖于这些资源，以你熟悉的视角来解释复杂的世界时事，或者在使用互联网多年之后，你可能积累了一些熟悉的朋友，他们与你的世界观、品味和喜好相同，你也依靠他们在网上分享你感兴趣的文章和见解，同时他们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依靠于你。所以，过滤气泡中的知识隔离不是一个个人上的独立，而是社会群体的独立。
传统理解的第二个问题是，他认为过滤气泡是独存在网上的现象，就是它只运作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但这会产生误导，因为所有人的人际网都是通过世界观、喜好和利益上的某种共识形成的。这是一个日常的、普遍的、基本的社会现实，无时无刻都在互联网之外发生。这种日常的过滤过程可在多种社会环境中存在，例如学校中的朋友圈、工作中的同事、学术界的圈子、业余爱好团体、宗教团体与政治群体等等。所以我从现在开始用 CT Nguyen 重新构造的认知气泡的说法来替代过滤气泡这个词。认知气泡是指更广泛的社会选择和团体形成的普遍过程，其中在选择与分享信息的同时，其他信息则被遗漏。如果我们足够诚实，我们大多数人在网络外的世界至少存在在一个认知气泡当中。所以更准确地说，互联网不会创造认知气泡，而是促进认知气泡，以及它使认知气泡的形成更加明显、更加可视。在这里我们可能提出两个问题，既然认知气泡是普遍存在的，它会有什么问题？其次，为什么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处在认知气泡当中？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接近这两个问题，我将介绍其三：个人角度、社会角度和历史角度。就是说，我们将从眼前的自我开始，然后走向更抽象的历史动向。首先，我认为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来解释一切事物，但出于我们时间资源的有限，以及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种希望无法实现。因此，我们在欲望和限制中做出妥协，那就是对事物做出简化。这种妥协不是个有意识的决定，而是种使认知泡沫形成的原始动力。正是这种要求完整的动力，促使部分人们吸引于阴谋论、迷信或任何极为简化的世界观，其中善恶明确、敌我明确、动机明确。比如，就像阴谋论，任何民族主义的叙述都具有这些特质，尤其是在战争或冷战时期。其中的敌人，例如某外国、种族或恐怖组织，会被描述成卡通般的邪恶势力，有着同样卡通般的意图，例如统治全球或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等。在理论上，认知气泡可以是良性的。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处理世界上所有的复杂性，因此我们依赖于各种中介给我们来将世界简化。可是尽管有良性的可能，所有认知气泡都缺乏所谓的覆盖可靠性，也就是所有认知气泡都对世界有所过滤。但是过滤就代表遗漏，也就是认知覆盖的不完整性。但是这种缺陷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因为没有人能了解所有事情。问题存在于认知气泡的本身，但任何实际存在的认知气泡都充满了问题。气泡的形成处于人们对认知简化的依赖，这种依赖性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认知流利的可被操纵性，二是筛选核实的谬误性。好，什么意思？第一，认知流利的意思是，如果一个概念容易被理解，我们就可能更会接受这个概念。更有趣的是，对一个概念的熟悉有助于认知流利，认知流利了就有助于对概念的接受。或者说，通过反复接触一个概念，人们会更可能相信这个概念。一项实验显示了这个步骤。此实验向一群人展示了一个概念，并让他们对其可靠性进行评分。一个月后，当他们看到同一个概念时，他们对其可靠性的评分有所增加。从重复到信任的因果关系显然可以被操纵，毕竟这是洗脑宣传的手法之一。所以认知气泡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则是我们认知流利的可被操纵性，这与第二个因素在现实并行，那就是筛选核实。这是当你为自己选择多个信息资源用来摄取相同的言论时，从中给你的印象是这些声音的彼此独立性，从而使你夸大了这言论的真实性。
如果你从 Breitbart、Fox 和大纪元读到同一个关于堕胎争议的报道，这个不同来源但同一口径的言论，则会给读者对此言论的真实感加码。阅读《纽约时报》、The Guardian 和 Vice News 等有关剑桥分析公司事件的内容也是如此。在这里，读者会以为因为新闻是独立的，所以独立的来源一起证实了同一个说法，就等于此说法的真实。所以在这里，唯一稳定的事实是读者已经预先选择了信息来源，此信息来源匹配着他们原有的认知定位，也就是他们的认知气泡。此种行为就是筛选核实，但是筛选核实不完全是一个个人问题。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看，筛选核实的谬误与蜂窝式新闻报道同时存在。蜂窝式报道是不同的媒体记者使用同一个新闻来源对一个问题提出相同的论点，这很容易使观众误以为这些声音是独立的，从而迎合观众的筛选核实心理。蜂窝式新闻报道有时可能是有组织的行为，有时则是分散的无组织现象，独有新闻品牌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而统一。在舆论影响者或自媒体云集的时代，自媒体的组织形态因为没有机构化，他们则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而统一，同时也就是有着明显的蜂窝式报道的痕迹。在同个意识形态圈内的自媒体人的合作是经济动机的表现，比如说在彼此博客上做客等等。在用户端，信息消费者将会选择符合自己世界观的自媒体圈进入认知气泡，从中通过多人来核实自己认同的真理。如今，人们日常的信息摄取会部分来自自媒体圈的第二环解读，第一环则为影响力媒体或主流媒体。在这里，信息消费者的筛选核实心态特别明显，因为自媒体圈的意识形态性本身明显，意识形态的归属是他们的品牌。从社会角度看，我们可以继续扩大探讨自媒体现象。人们对这些舆论影响者的关注习惯是日常化的，从而使人们与这些网红发展所谓的准社会交往，简称准社交。准社交并不是个新现象，过去的许多文化还有一些仍在有着神灵或偶像崇拜的现象。在电视的出现后，通过大众视觉文化的扩散，出现了更新版的偶像文化。出于反复接触媒体人物的影像和视频，当时大都是演员，这使部分人对于名人产生了个人幻想，比如亲密、友情、讨厌、自我认同或人格模仿。特属于社会和政治评论的领域，这意味着人们追寻可以把世界的复杂简单化，并同时迎合自己原有世界观的舆论影响者。拉什·林伯 Rush Limbaugh 被认为是此现象的开拓者。从1988年开始，林伯的一天三小时的节目在美国播放。除了明显的保守主义之外，这种新格式的创新在于它可以使影响者更加人性化。林伯建立自己品牌的方法是重复强调自己是普通人，为普通人说话，敢讲真话，同时坚定地站在正义、理性和中立的角度来解说时事。今天，这套修辞手法在舆论影响者市场中无处不在。他们每人都有一张脸，一个声音，一个风格，几个怪癖，一个个人使命，充满艰辛的个人背景，宣称他们站在理性、客观和中立的角度等等。有些影响者公开地经历个人艰辛，从中加深了观众对他们的自我认同。这种准社交的日常格式强化了以前对电影明星、歌手与作家的类似格式。对于舆论影响者而言，他们更脱离了无面的新闻记者或举止正式的新闻主播。人性化，或准确地说，自我人性化的目的，则为生产准社交效应，就是引导观众视他们为朋友、故友、战友等等。此准社交的媒体模式是言论传播与吸收更有效的模式，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是他们的品牌，是他们的产品，是你的崇拜，是你的习惯，是你的世界观。好，如前所述，人类彼此的交往是认知气泡形成的基础。
可以说，社会行为非常复杂，互联网是这种复杂性加倍。在这里，我将建议一些认识这个复杂体的几个途径。首先，我们通常的人际网络组成于相同的价值观、品味、政治、职业、兴趣爱好和许多其他因素。在这个离线的世界中，我们又同时位于多种社会系统中，比如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法律等。而我们在这系统中的身份限制我们展示我们的兴趣和观点，更限制常规身份之外的行为。在另一边，在线世界则是一个跨空间的社会交往模式。该模式部分地减轻了离线世界的压力，使我们可以相对简单地遇到与我们相似的人，也就是它提供了人们一个可以与我们志趣相投的人交往的媒介空间，也就是形成所谓的亲和网络。对此视频而言，这也就是认知气泡。形成认知气泡的过程是有意识兼无意识的，每人介入气泡的可能途径也是无限的。有可能你觉得这过程是学习，有可能是你在寻找自己等等。无论途径的怎样独特，个人最终会发现自己处于某种认知气泡当中。这些网络上形成的认知气泡有时被形式化为群体，有着他们自我生产的俚语、历史、圈内笑话或梗等等。但意识形态的一致是超越个别群体的，它是通过分散的人际网络而存在的。分散的人群由他们影响和遵从、领导和跟随的能力差异来定义。在理论上，每人都是言论的接转点，也是个过滤点。过滤是一种二元的决定，分享或不分享，表示赞同或不赞同。但言论的表达，俗称内容开发，使你成为它的来源，而不只是接转点。而你作为传播者的能力，取决于你的关注人数与你内容的新奇性。例如，一个低关注账户发的广泛流传的推文，始终具有很高的新奇性。而从高影响力账户传播的新奇性较低的推文，仍然可以广泛流传。认知气泡，特别是关于社会政治观点的气泡，像是一个持续变异的云状，里面有着丝丝缕缕的接转点。如今，舆论的传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大的主流新闻媒体的潮起潮落。排名第二的影响点，则为自媒体圈子对主流媒体的言论做出的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信息生态，无法被完全形象化，但这阻止不了人们用粗略的语言来简化它，比如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反过来，世界通过我们对它的构想而展开，因此损失不大。我们大多数人从这系统中得到的是愉悦，观念上的地盘纠纷，得到志趣相投人的赞扬，对自己现有信念的确认，感受他人的存在等等。总结一下，所有的认知气泡都至少涉及于上述的机制之一：一、缺乏覆盖可靠性；二、认知流利的可被操纵性；三、筛选核实的谬误性；四、与舆论影响者的准社会交往习惯；五、用社交媒体的基本愉悦感。请注意，这些机制也包含在各种回音室里。回音室除了以上五点，还有自己独特的机制：一、证据的预先否认；二、针对外界言论的分歧强化；三、对敌人的神话。我们不应把这种分类理解为是互相排斥的，与其将两者视为两个种类，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强度深浅的两极。就是认知气泡可能会增加强度，并逐渐成为回音室，反之亦然。同样，它们的存在在我们看来是给定的，这要求我们疑问它们的历史来源，就是问它们为什么出现。这就要求我们将注意力从单纯的无历史性视角来考虑时间这个环节。现实存在的认知气泡不是抽象的，每个案例的出现都是由不同的历史力量形成的独特解体。换句话说，这些知识系统并非没有来源，它们的出现有它们的缘由。例如，消防领域没有认知气泡，但在政治、新闻和学术界却有很多。气泡的形成可以从很多角度看，我在这里分析两种，一种是社会历史，另一种是个人历史。
我们可以将两者放在一起看。我把这方式命名为双步途径依赖。第一步涉及一个人出生的环境，其因素包括父母的知识、经济阶层、身份构成、当地文化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已经构成了互联网之外的认知气泡。第二步则基本以第一步决定。第二步是个人在互联网世界的经历过程，也就是从中进入认知气泡的过程。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大多数人出生在一个家庭单元中，父母在其中承担着养育子女的角色，这也是传承习惯和观念的空间。父母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当地文化的产物，后者是社会大环境的产物。该社会环境位于地球上，地球位于太阳系中，太阳系位于银河系中，以此类推。家庭是个人继承习惯和观念的基本单位，其次是地方文化的特质。此教育过程已经构成了人们固有的认知气泡，决定了人们在互联网中气泡的走向。例如，如果你的父母是福音派基督徒，并且你变成了他们的父职，互联网会首先呈现给你不同的言论。在这里，你就会被那些与你现有的世界观保持一致的言论所吸引，例如反对堕胎等观点。这些最终将使你进入此类别的认知气泡。因此，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踏入网络世界之前的教育和在线之后参与的认知圈可以说是一种无缝的延续。当然，互联网可能会摧毁一个人先前存在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认知。互联网导致的个人认知的转变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在这里我只关注一种情况，就是个人与其起点认知偏离不大的情况。此两步的途径依赖，离线与在线，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获得思想的时间顺序对一个人的认知轨迹的决定性。这意味着一旦某人获得了一种思想，他们就会倾向于对反对言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甚至敌对，同时会容易地相信与现有观点相近的言论。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通过考虑我们周围所有可获取的证据来形成我们的认知。我们遇到这些证据的时间顺序应当与我们的观点的形成无关。这种理想的状态又被称为证据交换原则。然而，现实迫使我们几乎普遍地违反这一原则。我们每个人的认知轨迹都非常依赖于途径。我们基于已经相信的事物来获取新的思想，这取决于个人之前的决定和经验，而这些决定和经验又大部分取决于我们意识和控制之外的众多社会和历史力量的制约。我们几乎完全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这种途径依赖谬误的纠缠中，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感知自己的途径依赖。如果看不到多种可能性，我们就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决定。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早期生活环境更坚定地确立我们的认知，包括父母的价值观、习惯、教育、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其他身份标志。所有这些都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用戏剧性的话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处于认知气泡中，因为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处在一个气泡当中。许多人可能一辈子不会有意义地偏离自己的起点。在这里，互联网平台的程序会继续我们现有的途径依赖，就是说，平台推动着用户停留在他们现有的气泡中。你的在线记录，例如你在 Google 上的搜索记录和 Facebook 上的参与历史，构成了你在这些平台上的个人数据档案，然后这些数据将用于推荐你感兴趣的内容和广告。我们可以立即察觉到这种模式的两个问题，一是个人隐私，可这些公司通过采用非身份化数据捕捉逐渐解决了这一问题，其目的是仅仅捕捉你的偏好数据，而不捕捉你的身份数据。第二个问题是平台程序，尤其是搜索引擎，本身的结构易于用户进入认知气泡。平台对用户的内容推荐走着途径依赖的逻辑，同时是一种认知气泡的科技表现。在此环境里，用户很难会意识到他们将来收到的内容是由他们早期搜索记录所决定的。
比如你从寻找反堕胎的观点开始，那么平台会继续呈现给你与反堕胎有关的内容，从中你会发现更多的你从前没有考虑过的反堕胎的论据，因此增强你的原始观点。此外，反堕胎之类的单个问题将使用户对多种其他问题通过认知气泡开始持有观点，例如反同性恋、反受税等。或者如果你已经相信俄罗斯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胜选，而不是受美国国内问题的影响，那么你也会很难相信剑桥分析公司的精准宣传其实是一个失败的程序。也就是重复我刚才说的，平台对所有人是一面镜子，而不是打开世界的窗户。现实中，平台这种过滤模式善恶模糊，因为大多数人实际上希望获得符合他们认知和兴趣的信息。同时，平台公司也想为用户设计持续使用平台的条件，也就是为用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毕竟，这些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销售广告空间，他们需要你持续的日常的注意力消费。实际情况复杂，但是这里隐含的契约可归结为，我们希望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舆论影响者们需要持续的提供舆论产品，这些互联网平台则要提供一个流畅的生产和消费的日常空间。如果你觉察到我没有具体的讨论社会历史的角度，那你觉察对了。我所阐述的只是两步途径依赖中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一个虚拟的人涉足于网络环境的部分。任何实际的社会历史本质上都是特殊的，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完全抽象个别气泡的形成缘由。我谈论的所有机制，例如证据的预先否认、准社会交往模式与认知流利的可被操纵性，都是在认知气泡中常见的或抽象的机制。但是这些机制并没有说明个别气泡本身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出现了福音派基督教？为什么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舆论影响者会有观众？为什么主流媒体如此统一口径地确定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归咎于俄罗斯的干涉？为什么西方两党统一持着反华、反俄与反伊朗的言论？为什么部分西方公民对政府和主流媒体失信，因而使部分人被阴谋论所吸引？这些都是历史问题，而不是机制问题。CT Nguyen 特别为回音室提出了一个逃生路线，这涉及到个人的信念系统的彻底重新启动，也就是说完全放弃个人的现有认知，从头开始。但是这需要某人赢得回音室内人的信任，以便他们主动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只能在人与人之间完成，也就是说是一个小规模精致而耗时的任务。再者， Nguyen 在大规模上实施这种方法的问题上表示悲观。我认为还有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小池塘的外界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地方。当我们认为自己逃脱了一个池塘时，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个池塘。 The tragedy of our predicament when we are within ideology is that when we think that we escape it into our dreams, at that pointWe are within ideology. Christian Pasolini 从美国的新纳粹运动中逃脱了，但他马上上了泰德演讲，宣扬着积极和容忍等价值观，也就是另外一套意识形态。在此视频中，我识别了一些认知气泡的机制，我能做的只是这些了。你好，我是子瑶，在此我要感谢我 Patreon 的赞助者。这些人支持着我某天实现以做视频为全职的目标。Michelle H, Mario B, Ava D, Aaron B, Emil O, Garrett J, JBA, FBDO, SBR55, Jordan C, Moon, X2012, Sam G, Victor C, and Thomas M. Thank you.